人人跟着唱诵，句句直达心田。法海浩瀚，呈现和合之美。音乐非常不可思议，就是花莲近世金色的纬度到南平尼的纬度啊是相同的，这是一个菩提的大直道。地球从无到有，全靠脑力激荡。首先在鹿港小镇找到了直径75公分的大灯笼。我们一共贴了14层的报纸，那一层一层小张小张的贴，每一层贴完以后都要用吹风机把它吹干。表面涂上白色颜料，仔细磨平，很有立体感的地图是志工慢慢画上去的。在这个圆形上大概配置把它分隔出来，然后就这样用手就开始画。三界是火掌，大家拢来做环保哦，爱地球哦，啊，我做30年啦，我食87啦哈，啊，出来做环保安尼，我足欢喜的安尼啦。看到老菩萨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来，我们更要把它扣住。陪伴与传承，坚定宏愿。只要大家把法脉与人间的道路好好的接了开，开得广，开得阔，把法脉呢精神注入了慈济大道，那庇护天下众生，这呢就是我这一辈子来最最在意，也是最最期待。众人齐心守护正念，不偏离，为众生解除苦难。大爱新闻简淑思、郑春坚、郭月玲、林星红，彰化报道。